第一次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从他原来的屏风上下下来了。单就它的损伤状况来讲，上面有很多褐斑，大大小小的，直接的反应就是说阳明山中山楼整个山里面都是硫磺气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个推论。室女屏风在我们在用肉眼观察的时候，发现到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在一个青铜器的这个图样上面长了一些像那个结晶状的东西，从那个青铜器上面生长出来，放大镜看像是一朵透明的水晶的花这样子。那我们就觉得很好奇说，它这个画上面其实也有画了好几个青铜，怎么只有那个地方特别有这个硫化物产生呢？颜料的检视，我们会做一些点测，然后看看它的颜料稳不稳定。红色或者是橘色、朱砂类的这些矿物颜料，它其实相对的不稳定，这个部分都应该要特别的去做一些颜色的加固。我们在加固颜色的时候，我们是用2% 的这个动物胶来做加固。那为什么是动物胶呢？是因为传统的这个矿物颜料，它必须要用胶去和这些颜料，它才能够画得上去。但是动物胶它其实就是时间久了以后它就会弱化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会先以酒精做前导，然后再把这个胶水趁着酒精的这个渗透力把这个动物胶往颜料层里头带下去。颜色加固了，我们才敢进行水洗的这个部分。现在是白色的，应该就会洗出很多红色。然后下面就垫个几层的洗水纸，让这个脏污就吸掉，吸脏的这个部分我就抽掉，一直到它黄色的水洗不出来，那就是洗干净了。我们前面已经洗过了，就是说它的颜色现在变得比较鲜明了，原本黄化的这些部分已经都被我们做了一个整理。接新的这个目的，其实这个褐斑是整个透过了画的最后面去的，你唯有把这个它后面的被子拿掉，它的这个褐斑才更容易减淡下来。那我在接新的时候，其实我就一边接，然后我就一边想到，就是说旁边的这个料子这个花样现在很少见，那我就一边做一边觉得说应该要把它留下来才对，就趁这个季康女儿回来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把这个想法跟她做了一个沟通。她就说是啊，这个确实是她父亲的一个习惯，就是她都会特别要求这些裱画的师傅帮她弄什么料子啊，帮她弄一些什么颜色啊，那何不就一起把它给留下来。全色的部分就是它底色的这个部分，因为褐斑的这个关系，或者是因为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些色差跑出来，那我们就是根据它周边的这个颜色带的非常的接近它，让它这种妨碍到这个鉴赏的这个部分给简单一点。后来发现整个做好了以后，我们的设计是把它盖在一个中性的一个厚纸板，然后开了一个视窗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把它盖起来，所以它的画面会被
凸显出来，那旁边的料子其实是被隐藏在里面。那当你在观赏的时候，你只看这个画面，跟你旁边 有一圈那种旧旧的料子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发现季康的这一批作品的颜料层啊，其实相当相当的稳定。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来自于季康先生非常的遵守重视传统的方法，他该用多少胶，他该怎么做啊，就按部就班照着规矩来做。你会去尊敬这么样认真的一个画家。仕女画的这个屏风的构图啊，其实它分上中下，上面的仕女图的生活场景就在采花或是折花入品啊，还有拿个琴啊，在后宫里面这样的大家的聊天啊，嬉戏。庭院里面有很多的像梅花啊、梧桐花啊，或是看到桃花啊，或是柳树。然后它的结构里面，它是采取斜角半边对角式的方式在入画。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梅花图里面的构图，它有两个夫人在里头走的时候，它有一个侍女拿个瓶花，那瓶花它也是一个主要的结构，就是它也主体性放在中央，然后梅枝在左右，所以它的结构它也是一个斜角的构图。那我们再看到它的腰瓶的那个部分的花卉，它花卉以宋人笔意入画的时候，其实宋人的画都是以折枝的方法来作画，所以他这八个花卉的那种画法很特别，他都用墨骨法。其中只有一个水仙，他是用勾勒填彩的方法，然后就是用一角半边的形式。那我们下面那一段的屏风，他画的就是清供图。那清供图的格式就是一瓶一物，一个长一个案头的供奉的一个小案件，然后让它有一种吉祥的寓意，比如说我们年年有余啊，平平安安的这个方向去做它这个的题材。所以它这个八针的里面，它所有的结构里面，它还有把瓶器用着很鲜红的，然后很吉祥的寓意的。我们现在来看到的这个书画屏，季康这张的画嘛，他非常的聪明，他采用了赵孟俯的那个构图的架构，然后是一种由远至近，由近至远，然后有一个折弯的一个曲线的一个构图画，然后以宋人的画松的方法，画石头斧劈的方法，然后平远的方式去表现那种原野的造型。他的马的特色里面，他是应用到郎世宁的那种飞马的状态，刚好在动势，所以它非常的俊逸，然后非常奔腾的，它真的融合了元朝跟到我们的清朝的这种画的调性，非常的好，非常的生动。这个花鸟四品里面，它分为春夏秋冬，春天是以牡丹跟那个辛夷来入画，然后其中甲乙鹦鹉。它设色的方法是先勾勒，然后它用白粉先做好牡丹的一个架构，这个白粉上面再慢慢设色，它把白色的牡丹花做得非常的亮丽，然后红的是用直接平涂方法慢慢的叠色，到最后再用勾金的方法把红的牡丹花配上白的，然后让它亮起来。所以在这张画配合的鹦鹉的石绿的造型，然后石绿石青，然后让它点出它那个精神。这是第一张是春景，那夏景呢是芭蕉跟玫瑰花，还有燕子来的，春天过了，夏天到了，芭蕉也是可以乘凉的，配上玫瑰花，整个架构用黑的燕子来点起，所以夏天这一幅画跟春天的架构在一起的时候，它整个春夏非常的和谐，
然后它的构图以左以右，所以变成说它这样的搭配到秋天的时候，也是一左一右的黄茶是相叠的。菊花是秋天的景物，然后竹子它所有画的最后面的背景这个部分，它都是用比较平涂的方式去叠，然后它的颜色是一个一个渐层的颜色。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辛夷、芭蕉、竹子，然后它前面的这个像牡丹啊，像那个玫瑰花或是菊花，它都是用很单一的颜色，比如说墨叶来配有颜色的花，好，所以显现了它的亮点。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冬景，它冬景以红梅好来做最后的结尾，配上水仙。虽然冬天到了，但是水仙花一开也表示我们的春天又快到了。那这个水仙跟红梅，它一个一红一白，那它配的绶带的时候，刚好我们讲说一介梅绶，它这也是一个吉祥的寓意，所以这个屏风在这里面，它有它非常好的意思。我讲到嵇康的三绝里面，人称嵇康有骏马、仕女跟兰花是他的三绝。其实他独特的地方，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骏马，他骏马的特色就是他融合了传统的笔意、传统的线条，他又融入了西方的特色，就是用粉的技巧啊，让他这个马呢非常的生动啊，有写意的奔放的感觉。至于仕女画里面，我觉得他很特殊的地方，他的那个仕女图，他有唐宋的那种架势，但是他没有明清的那种颓废美。他应用到我们讲的三白画，所谓三白画就是在1930年到1950年代有一种画京剧的方式，他把脸部的像比如额头啦、鼻梁啦，还有下颚的这个部分，他都把它画得白，然后凸显一个人的脸部的精神。然后花卉的部分，我们讲的是兰花，他画的兰花的笔下，他其实他一个特色就是他用的是墨骨法。那这个墨骨法的表现呢，就是表现那个精神，那个刹那的那种兰花一出来的感觉，有一种坚挺，然后感觉它是很飘逸。啊，这个兰花的特色，一般我们在画工笔的时候非常难达到的，这是它的特色。所以这三绝是无可置疑的，就是这样子。画风是他自学的，他从古书跟古画里面学习古人的画法，然后加上他自己的创新跟灵活的运用，每次他要画新的题材的时候，他就花了几个礼拜、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东西，直到他了解了这个东西的精华在哪里，他才开始作画。所以他的仕女跟马跟兰花花卉呢，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也是最美的东西，是大家喜欢的。事实上爸爸也画像龙啊、像狗啊、像猫啊，他都很喜欢画。爸爸画画的时候是全神专注，然后每次爸爸画画，我觉得大家都很小心，不敢做任何的声音。民国37年，父亲被邀请住在士林园艺试验所，也是今天的士林官邸。那时候台湾正在培养自己的兰花，每次有新的品种呢，他们就送到父亲的画室里面去。当100多幅兰花画成了以后呢，父亲在园艺试验所里面开了一个展览会。当时的各界文人，像于右任、张大千、溥心畬、吴志辉等人都到了参加了这个盛会。爸爸在绘画上面的成就，对啊，很大的归功于母亲的支持。母亲是由一个对诗书画非常重视的祖父养大的，所以当母亲跟父亲结婚以后，
他对父亲的绘画是完全不遗余力的大力支持。因为我们历史博物馆早期啦，我们二楼有个国家画廊，所以这些渡海的这些艺术家，像大千啊、黄君璧啊、于右任啊，哦，这些大家们，包括季康啊，都常常这边聚会，然后一起办联展啊，所以是季老先生生前经常活动的地方。那年刚好建国百年，季康先生其实是跟民国同年，所以在年初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接洽，说季老先生今年是100岁的名单，希望在历史博物馆办展。我们老夫子有讲过一句话，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了解艺术的人不如去喜好艺术的人，喜好艺术的人不如那些沉浸在艺术里面的人。我觉得季老一直到晚年，你看他到90几岁还在弄玩偶，然后尝试新的这个中国仕女画的各种不同的画法，整个的人生的艺术的过程之中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童趣啊，然后充满了变化啊，所以应该说起来是一个很幸福的人生啊。然后后人会觉得他们有这样的祖先，有这样的先人，他们会觉得很骄傲，然后愿意在他百年的时候帮他办一个这样的展览，来把他先人的精神把它传承出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感动的。中山楼起建于民国54年，在民国55年11月落成。当初新建中山楼的目的，除了是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以外，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弘扬中华文化。那里面也收藏了当时国内知名的书画家，例如，欧豪联、王壮维、江兆生、黄君璧、高玉红，以及季康这些有名的书画家的作品。那么尤其是仕女的部分呢，更是受到大家的喜爱。那么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也特别将她的作品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所以当时很多重要的场合都有我们季康先生的作品。除了这个仕女屏风外，在二楼起居室前也有一幅非常有名的书画屏风，画中这个主人骑着一匹骏马，那种悠然自得的样子，让我们参观者也能够心情非常的平静，泰然自若的样子。因为这个地方流氓特别多，硫磺气会侵蚀到一些珍贵的艺术作品，所以在103年开始我们进行修复的工作。那其实像季康的这个案子，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动的其实就是他女儿，特别是当他这样千里迢迢的从美国帮他带了这些笔跟季康的这个颜料来的时候，它有各种不同大小的笔，然后那个笔用的都非常的讲究，然后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精致，你看它的颜料，光是红色就有好多种不同的红色，蓝色有好多种不同的蓝色，然后你看这些颜料，然后你再回头去看它的那个，看它的这个画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栩栩如生的这种感觉，一种连贯的那种温度，可以让你去感受到那个画家这个人，然后他的创作的一些意欲。
I went to Taiwan to visit my grandfather's art in Zhongshanlo.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had seen his screens in person. I felt it was important to preserve this piece of heritage, not just because it's part of our past, but because it inspired me for what we could do in the future, and I thought it could help the next generation. It also reminded me of what Taiwan had been through to get to where it is today, and I felt very grateful. 这次仕女屏风以及仕化屏风修复以后啊，还适逢中山楼五十周年的楼庆，这边呢、非常感谢各界人士啊帮忙哈、那也非常感谢嵇康先生的女儿能够出资来做修复的工作，让我们未来五十年的中山楼能够继续的生气蓬勃，也让大家能够体会那个历史的记忆，还有深刻的感受。